钱啊，现在环境差了咯，很多同学有的都转班，有的把你进那了，有的天天重罚都20年了，有的从小鸡嘛现在说不定是专家了，有的天天就只差一里路就到了，有的家里水灾连神都帮不了，有的天生劳碌命挨到生病了，有的说改过自新要卷土重来了，有的怕事，有的 confuse， 有的感觉被人骗，有的 don't care。 当然也有一群 never give up 的同学，他们相信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。